我们不能和这个下岗的人，你本身有俸禄，有俸禄，有薪水，嗯，不能和下岗的人争饭碗去。哦，你说你把这职位都带了，你说还有人家的活头吗？这位北京大爷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席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位大爷呢，空军政团级退休，平时喜欢中国的传统武术。大爷的师傅现在活到140岁了。我一直想让大爷给我们展示一下，但是大爷不肯，由此引发上面这一席话，咱们听听为什么。你看我60岁的时候，这是看看那，嗯嗯，这是谁啊？这我呀。这是您啊？嗯嗯，这怎么了？这表演呢，在这。哦，我以为您那什么呢？表演最强的。哦，这哦，您会练功夫呀？要不我一看教的不错，我喜欢在这看看。学学哦，年轻时候老练呀。这不是配音，这不是配音，都是打出来的。就您那个打出来的哈。对。啊，60岁的时候。对。还这么棒呢、啊。现在还能练吗？现在也凑合。那您练一下，我给你拿着包。空军。我。中国空军，真棒。70岁了。嗯，一看您的身体基础就好，是吧？那您这属于部队叫退休还是叫退役啊？算退休。退休啊？对。啊，就等于转到地方了，是吧？我2013年是正退的。2013年哈。嗯。啊，就等于从部队退休了。对。是按照什么退的呀？一般的是。嗯、我们是走的技术级。技术级哈。对。怎么说啊？这个。我们退的时候在高工14级。哦，高工哈，最高级别的那个。哦，最高级别呢，享受正团级待遇。您啊，真棒。那退休工资是不是相对高一些？比一般地方的工人要稍微高点吧。嗯，有多少？有1万吗？差不多。那还行。也喜欢这个，锻炼身体，健身养生。您打醉拳还练什么呀？太极。太极哈。啊、哦，还练太极。无师太极。哦。无师太极拳，无师太极是也是那种慢的吧？那种慢的哈。一会儿我来一个朋友，那个也是练太极的，但是他练的是那个叫什么呀？他有点意念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不太懂。这太极都有意义的，都有意念是吧？用意不用力。啊，对。真正打人呀、啊，有时候是谁打的？对对对对，他就是。就是他让你过来嘛，你就过来了。他就有时候意念让推你嘛，他就给你就动了。嗯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哦。因为他这个太极拳讲究什么呀？比不动我不动，比未动我先动。哦。其实你猛一听好像矛盾的，两个人交手的时候，你不动手的时候我不动，你要动我还得先动，不绕着了吗？他是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嗯、就是说。当你脑子在想什么的时候，我这就知道了。哦，得走到你前边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么个意思。看他们有意念要发能。意念发呀。嗯。所谓意念发呢，就是不一定能伤着你。嗯。但是让你这个吓一跳、吃惊，你不敢接招。哦。就这个东西，不是说站到这一想你就飞出去，不是那回事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、嗯，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、嗯，这是到了一定的境界是吧？啊，对，不是说你上午学的，下午就试一试，我想了半天人家不动了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得多少年？对，他是靠长期的积累和沉淀，明白了，出来的功夫。哦，而且现在这人呢，都很浮，对，很浮躁，嗯。啊，恨不得这网上一看，你教个什么秘诀吧，我一学就会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没有那个啊，你看古代的时候，人家为了学这功夫，基本上把几顷地、家产基本上都搭进去啊，刻苦练一辈子才出那点东西啊，真是。你看现在好多著名的武术家啊，这个为什么他的儿子？继承不了他的东西呢、嗯、学不了、嗯、他是在特殊的年代练出的东西 哦，而且现在这好多人他心里边浮躁，他也练不出来，不管是你搞医还是搞武、嗯、你没有一定的那个传统文化的沉淀，明白，你是入不了门的，真是他是很深的、嗯、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就是做自媒体的。自媒体的啊，就是记录一下这个
北京一些这个老人的一些生活。哦，嗯，这样的就是把他们记录下来，留存下来，这样的也省着好些东西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辈子。是，嗯，他到时候尤其是有些传承的东西，对，你不经过宣传，不经过发扬光大，嗯，不行的。您来两下，嗯，好吗？啊，这边没人，我人家在这交拳呢，在这练不合适。喜欢玩的话，回头咱们留个联系方式。啊，行，留个联系方式。其实这个太极和气功，它是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的。哦，它是一家。嗯，为什么呀？气功它也是练的意，对，通过形，然后产生的意，然后到了高境界，哦，才能是达到刚才我说那个。哎呦，它是这样。你看您这俩眼都有神啊！一般的人到这个岁数，眼睛没有这么大神。我和我老师差远了。哦，你有师傅啊？有师傅，应该有师傅。哦，老师今年是不是？现在最大的有140的，您的老师啊？有150的，有130多的。真的？在北京吗？不在北京。是不是您在哪儿休养啊？是吧？在神农架，有在神农架，有在五丈山。哦，这人真能活100多啊！对。不是跟人练这功夫有关系啊？那他本身就是练功的。哎呦，人家都是从小练的。明白。哎，你像我这都是半道出家，算不上正宗练功。啊。我是过去通过是有病才练的。明白了。嗯，那看来人好好练练，这还是能长寿的哈。能长寿，对。100多，这也太厉害了。人子现在咱普通人能活过100就不容易。对，嗯，是吧？啊，嗯，因为我喜欢和长寿老人接触。哦，你看最近我回老家去，我们一个街坊，人家什么功都不练，人家就活103，人家一看也就像80多岁的人一样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你觉得？这是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、心态、都有关系，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，都有很大关系。真是，这个长寿啊，其实它是通过有很多方法的，不一定你吃什么高级营养品，对，怎么着，对，有良好的条件，嗯，你看我们很多一些领导人，他的生活是那保健各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，对，一流的都是。可是要真正达到长寿，很不容易。对，因为他们很操劳。嗯，你看那身体多瘦溜啊！真的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一般老年人没有这种身体。嗯，是吧？嗯，这都是属于一看练。你看我往这一站，一站上几分钟。啊。对，还真是稳。行啊，你看一般的，我们站不住。谢谢，真好，真好。不是，他这个有些事情，行里和行外的事儿你是不清楚。哦，还有这么一说呢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这个搞易经、搞周易啊，就说算命吧。算命一般情况下，常规来讲都是失目、双目失明的人，对，残疾人有点什么。如果我们这有正常的工作，有正常的收入，那你和人家在一块算命，那你说人家不影响人家的？从古代我们就有这传承讲究。明白了，嗯。用现代来讲，我们不能和这个下岗的人，你本身有俸禄，有俸禄，有薪水，嗯，不能和下岗的人争饭碗去。哦，你说你把这职位都带了，你说还有人家的活动吗？哦，您说这对。从道义上来，从现在的要求来讲，是这样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你看，要从我们的智力，从我们的体力，这个社会上好多事情我们也可以做的。对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国家就让我们休息了？就是你该这个颐养天年，你该养养。啊。但是社会上有些事情，适合你介入的你可以介入，不适合你介入不介入。嘿，对，你比如说红色文化、光荣传统啊，你可以大讲特讲啊，你可以参加这些活动，对，但是对社会、对老百姓、对人民不利的事儿，尽可能的远一点。哎，这是有要求。我觉得您还真是，也是这么多年受党教育，毕竟我们这个一直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没有脱离的。嗯，我们所作所为，
必须与党中央与国家的政策各个方面一致，对，才行的。真是，哎，嗯，真好。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嗯，留您微信吧。好，啊，好好，真是中国空军。嗯，大爷简单的几句话让我真的很受触动。其实道理就在我们身边，可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觉着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悟出这些道理，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阳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